纪元版守卫者登场，他来了，效率爱心建造简单，最重要王毅可用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立马开干。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海底神殿，要寻找 S 坐标变化的边，沿这条武士换个边，看到 S 轴变化就得了哈。接着从顶角这往里数三个，向下打几个后，用方块一路往上搭。这里是为了防止守卫者刷到了神殿内，以水面这个方块为基准，向后搭九个。为了方便辨识，自己用石头做标记，然后继续搭十五个，接着再继续搭十五个，最后再补个十个，用这个石头结束这条边，同样也是距离顶角的第三格，伸一条柱上来，上下对齐，就说明没有搭错。接着我们来到中间这个标记点，向后搭个十加十五加十五加九的组合，需要注意每段都要有一个标记点，以中间这条边为基准，这两边填补完整，弄完之后大概是这个样子。试算给到同学们了，截图干嘛？愣着呀。而至于为什么这么做，这是因为纪元版的守卫者是刷新在固定坐标上的，这一步就是为了确定守卫者的刷新点。换言之，一个海底神殿守卫者就有25个柱状刷新点。看到这，能不能给俱乐部有一个点赞和关注？为了满足粉丝的要求，头发也没几根了。现在我们来做守卫者刷新平台，挑选神殿的任意一角，把标记点下的空间用方块填补完整。至于原因，上面也说到了，限制守卫者的刷新。接着从标记点这向下打四格，另外三个都是这样做。从库德里掏出灵魂沙，放在四条柱的上面。这里可以看到，由于正接受守卫者的恩宠，放完灵魂沙后，像这样子用方块围起来，一直到水面上。四条柱弄完之后，把缺出来的四个角继续补完整起来，大概像这样子，有四个坑，守卫者就是从这个坑里面生成的。接着用方块把四个坑加高四格，现在来到顶角这打高三格，然后将四个坑都包起来，这属于是平台的围墙了。以坑的高度为基准补齐这个平面，守卫者农场的模样开始有了。给四个坑倒满水，用海带填充一下，这样一来四个坑就会变成气泡柱，一旦守卫者刷新就会飞上来。是这样搭三个辅助方块，然后倒杯水，水蔓延出来后打掉方块，另外三个角如法炮制，这样一来中间就会有一个二乘二的坑。现在我们来做收集和促使平台，打掉多余的方块，来到平台的底部往下搭两层，接着从边这往里搭五格，打掉第四格，飘个一，换个方向放个大箱子，接着用漏斗连接箱子，漏斗上放漏斗，把缺口都填补完之后，再用方块围着漏斗把第二层都打掉。我们来做猝死装置，既然是纪元版，那肯定得是三叉戟陷阱，具体摆放可参考这张图片。弄完之后放上拉杆，一个长线来到平台的上面，丢个三叉戟下去，这时候再把拉杆打开关闭，三叉戟陷阱就开始启动了。而至于挂机点，举得比如建议从这边往后搭几个，再往上再搭二十格左右，这时候可以看到守卫者源源不断从气泡柱这升上来了。不过在实际建造的过程中，你能发现总有一边是不刷在气泡柱上的，那么就需要适当进行改造一下。就比如 GW 这里右边的守卫者向左一格刷新了，那么我们只需要在气泡柱隔壁再开一条气泡柱就可以了。可以看到装置正常运作了，不过就是这三叉戟陷阱偶尔会失灵，这样的话你还可以把三叉戟陷阱改成萤火陷阱，虽然没有了经验，但出错的概率会大大的减少。现在我们来挂机一天看看效果。OK， 一天过去，箱子里有三组多的海金碎片，一组多的海金沙粒，还有一些鱼。效率的话有点差强人意，毕竟抓本一小时都要好几万了。但考虑到这并没有使用到双维度猝死的方法，这效率应该还是可以理解的，绝不是因为 GW 有偷懒没做。毕竟双维度农场你们见得很多了，下季的猝死方法你们也肯定都会。好了，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。如果你有什么奇奇怪怪的特性或种子分享，欢迎到评论区留言或私信老去投稿。白木子进，坟墓子出，你们懂的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